接下来我们就来做墙窗门的建立。首先第一步，先做墙，应该做柱子。柱子怎么办？应该先做柱子，柱子是在结构的地方，结构地方柱子，柱子有了吗？柱子，这不应该跑出来。柱子在性质的地方，柱子呢要选柱子，然后就柱子，编辑类型，编辑类型呢、啊，载入柱子，这是空的 ，generic， 再来一个 family。library 空的，哇，完了，这是完了，不完整，好，那怎么办？柱子在结构的地方。墙呢？基本墙，墙没有问题。好，柱子有问题，柱子有问题。结构，钢呢？钢没有柱子，结构，柱子不用载入，编辑有问题。行为 metric library 墙 content 可以有 CHT。柱子不能来，先取消好吧。那我们就没有柱子，没关系。柱子取消，先用墙。墙的建筑的地方就可以。那这个呢？这里的柱子呢？建筑的柱子呢？结构柱。编辑完毕。Thank you.
术柱啊，好，就从美术柱的地方给放好了。柱，这个柱，好，编辑 A 型，复制400 number lock 400乘以400，这是个三个啊，确定，好，确定了以后呢，深度这放下去没有感觉怎么办？没有感觉要从这里这地方啊，真实的这样就有感觉。好，刚刚是下面最下面这一栏视觉样式，是墙了，它还是有柱子，等到下面来还是有柱子，还是有柱子。客厅这里应该有柱子，会客室宴客厅这里应该柱子，这样好了。我柱子啊，我们来看看，这是在一楼平面上嘛，再过来，我们从这里看 3D 看，有柱子，果然有柱子，柱子不错，好，好，真实的去看见柱子，是不是少了一根呢、啊？少了一根，少了一根，是少了一根，好，在柱子，这不是，这不是，这是美术柱，美术柱。柱子呢一样，美术柱，美术柱一个，啊，看不清楚，所以到下面来，让它变真实，所做的事情呢，会表现出来，所有东西都要视觉化，不然做了，不知道做的结果是什么。那个不是专业的，所以不会有结构的，不会有结构的柱子，也不会有钢骨的是有啊，钢骨的是有，钢骨不用，这就是不用再载入，它只有几个，你就改变形式就好，改变它的尺寸就行了，这样子。两层楼的柱子都做完，我们到最上面来看看它的情况怎么样。四楼，好，很整齐。可能要 Shift
滚轮就可以转。这里有一根长得不好的柱子嘛，按 Escape 取消，不要再做柱子。所以就我看到这个，这里有一条线，不要线，这是当初的量，这个500，500不用它，就把它取消掉了。这其实可以不用看见，不过呢，这个叫做说不用这么急着把这个开通键弄不见，连在下面那个，连下面这个什么也可以出现的，这里看出来应该少了一根东西，好，对，少了一根东西，在一楼这里。我们可以用 copy 的，从这个点到这个点，现在是一楼，再到二楼，二楼呢一样，刚刚的地方用 copy 的到上面来，这个 copy 的点了它，就有一些修改的符号出现。copy 呢，这个是。点到它的原始点，点到它的目标地，再到最上面来，点了它 ，3D 就出现。那我们接着 3D， 这是 visualization， 看看你有没有画对，看看我们有没有画对。好，那么在北向平面上，现在如果也是把它融到真实，所以我们就看得见南向立面图。南向立面图这个呢，把它放大，放大呀，放大立面嘛，立面如果给它真实的，就会看到颜色。东向，所以没有西向立面图。好，东向看不见，东向没有东西。那表示立面，没有深度，没有做好。东向呢，我们来跑到东的平面来，东向平面，这个没有设好。景深没有设好，景深入到这里，好。那我们再来看东向就出现了，那这个没有必要这么。这么高，好，再把它放大，再看到这个方向。那为什么西向没有呢？西向，我们来看西向。西向为什么没有？西向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北向啊，它的立面呢，现在跑到这里来。可以不可以搬到这里？不行。好，西向，来看西向。西向是不是深度也没设好？西向没问题，我就说要到这地方来看。点了它，跑到西的地方来，看不见是因为没有着色，它都是线条结构，一直看不到。等我们把它放大，放大就看到了。好，现在柱子做好了，我们就到一楼来。一楼来，柱子做完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做墙。墙要按照厨房，为什么不完整？这张图有问题啊，这张有问题啊，没关系，现在不来不及了。那这个墙是。多深的墙，我们来量一下，上面有一只尺，这里到这里15公分的墙，15公分的墙是 RC 墙啊 ，RC 墙 ，RC 墙啊，这样子墙，建筑的墙，结构的墙，建筑的墙好了，为什么？建筑的墙才有装饰的面呢。好了，建筑墙，建筑的墙，
跑到性质的地方才知道你到底要做什么。它基本墙，基本墙有没有15公分的呢？没有，没有啊，有砖体啊，常规不要是砖体，混凝土。好吧，先这样，先这样。砖体，砖体问题是它会出现砖了。这边要有一些说，无连接高度不行，墙的底部是，这看这个属性的地方啊、哦，属性的地方，定位啊，定位墙中心线不行，墙的外部，面层外部。等一下才能够，它才会歪边，不然它在找中心线，你找不到中心点就没办法做事。再过来，顶部接触，顶部接触要告诉它到一楼顶，直到标高 FL2。好，那。就没有高度啊，没事的时候它原来有一个高度，偏移不偏移，好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可以了，就回到这里来要操作啊。属性帮助，哎呀，属性不用帮助了，那么跑掉好吧，就是这样。哦，这是外部。墙，好，那么再过来，点一点，再点一点，哇，这样墙啊就 Ctrl J， 按 Escape 再重新来到这里，好，这墙锁定，按 Escape， 这个是落地窗，落地窗已经做好了。感谢天主啊！好，这个15公分，这个呢，这将来是到这里。好，按 Escape， 外墙，逆时钟，墙，建筑墙，还是跑到刚刚这里来。15公分，15公分，好，这个地方变成如此，我们就必须要先修一下。修呢是这个，这个是两个要让它接触在一起，它就很快的就接触在一起。好，再过来，我们一样，那就建筑的墙。一次一次，其实修啊，不要马上修，不然呢、啊，就会做很多事情。到这里，好，那它是这样，在这里啊，往上，右键取消，不大一样，好，没关系了，好，要跟外墙起，要跟外墙。外墙起啊，逆时钟的时候，它就会跟外墙起。
聪子还看得见吗？肯受气。自己从哪边是外墙？他已经不顾到那个，而是要顾到内部，好吧？就让他顾到内部。那这里呢？这里走掉了，我相信他走掉了，没有关系。他其实是到这里，我知道这里呢。是逆时钟啊，逆时钟才会输入。那里面呢是内墙，内墙看看几公分好吗？来，看看它有分内墙的分外墙吗？不准，到这里了一个。六公分，楼梯它当然结构体嘛。我们现在先上，不行，它这个应该有分才对，还是15公分？好了，既然还是15公分。省事，不是省事，因为现在呢，现在要动作要快，Ctrl Z 是逆时钟，这个在楼梯下方嘛，这地方早上在做的时候认为。这里有问题，好，啊，有问题，修改一下，好，那搞到这里，那这个呢 ，Ctrl Z 不用到这里，到这里就好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这个地方啊要有一道墙。多长呢？就看这一段多长。这一段有多长？这一段133了。那这个呢？需要180几。133，我们现在来做一件事。啊，这里有模型线，从这里到这里133。补助线，好，拿过来，然后啊，不要它了，就准备怎么样了？这个要到这里来，133，好，这个不要，啊，这个呢不行，那里哦不行，啊，那条线就让它在这里，呀，等一下再拿，现在啊。这是我们早上有用的这个目标面，这样扣住，好，那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为什么？因为从这里啊要穿过，然后这个餐厅的空间跟厨房的空间呢、啊要走过的时候不需要那么多的走道，好，不需要那么走道，好，
那么一楼建构起来了，我们来看看看三 D 这样如何啊 ，shift 转，全了吗？全了，好，全了。这里面有一个不全的，这里有一道墙，一道墙，我们到一楼的地方来。哦，是这样子，电是没有错，这个汽车库我没有墙，没有墙。好，那么再过来，我们就到二楼。二楼，嘣嘣，二楼也一样是建墙，建筑的墙跑到属性的地方看，还是墙建筑墙建筑的墙，还是这个选了这个砖墙啊。二楼是我们也是这样建，一个二个又取消走点，这个地方取消，取消取消，点上就行，点上左点取消啊，左点取消，左点取消。哦，刚刚这个耶稣啊，底部耶稣，顶部约束不行，那个都错怎么办？都错，我们才画四道墙，所以呢，回来，就这样，好，这个没有设定好。顶部约束呢？顶部约束没有到那里，顶部约束到，哦，没错啊 ，FL3 没有错，好。那怎么办？那再不能往前做了，他不让我们好了，那么就规规矩矩的来，再做一次。右键取消，左键取消，左键点，左键目标取消。左键从这里开始到这地方结束，左键右键取消，左键这个要规规矩矩的做。这个地方呢啊取消，再来左键，好，这里是这样吗？啊，因为刚刚在楼下是这样的，但事实上楼上清楚的他说在这里，那我们就规规矩矩的到这里啊，等一下到楼下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改。好，这是左键右键取消，这退回来了，左键不行， escape 点的不好，左键取消，再是左键取消，这里的二楼的时候，这根外墙取消，不晓得这里为什么这样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就按照它来。哦，但是顺时钟，对不起，刚刚 Ctrl Z，
再过来是逆时钟，可是逆时钟取消，逆时钟左键取消，这样子呢把这个墙做好了。刚刚有一堵墙啊是退缩到这里的，等于是在楼上来的时候啊也需要按照这样来啊。我们现在在二楼嘛，看看现在在二楼，对，在二楼啊，怎么这些墙都不清楚啊，就是墙不清楚啊，不好意思，没关系，还有机会。哎，哦，放大就可以看得出来。佛堂在这里，所以那个楼梯到这个地方有个好处，它的外面就可以走过来，其实是可以走过来。那楼梯的确需要。那我们看主卧室。卧室、盥洗室，都墙都在这地方，这需要有内墙吧？我们来做一个12公分的墙，好不好？好，属性的地方，编辑类型，复制一个，啊，石膏板，120120。砖头，那它呢？厚度，编辑它的结构，12公分，混凝土，这时候是砖了，12，好，12这个地方就变成12。那么填充比例颜色不要黑的。黑的，灰的好吗？灰的 OK， 这样确定来做主卧室。哦，那可以上得来，他走得上得来，上得来呢，是上得来。于是开始现在呢，现在要逆时钟，逆时钟是这样子的，逆时钟吗？不，顺时钟，取消，暂时存档。先把它建按 schedule， 建好了再来。
中外墙。那这个呢，佛堂。书房，现在是要看厕所，那楼梯间，楼梯间呐、楼梯间其实不要抢，不要抢，就这样爬上来就好。好，那卧室不要抢，卧室的主卧室不要抢。顺时钟到这里 ，escape 外室是从这里到这里。这里都是厕所，那再过来，顺时钟到这里，啊，书房，那这里是厕所，厕所是一间，外室是吗？主卧室，主卧室西侧的主卧室，外室是卧室呢？这地方是因为要走，所以呢？他就得退，他得要退。画错了怎么办？不行啊，取消。马上要调整嘛，这个键再来，锁住了，这可以从这里走，这从这里走，这个楼梯空空荡荡的，好 ，OK， 楼梯啊，应该哎可以上了。那楼梯我们刚刚说到这里，这里到哪里？上得来吗？上得来吗？咚咚咚咚咚，好，再说嘛，再说嘛，好。好，先这样，也做不好的再说。来，看看那个3D 的图。3D 的图，当下他那是砖头啊，刚刚不是给砖头吗？所以他知道是砖头的。来看电梯的地方，我们来看这里啊，进去了。好，这刚刚那个你觉得满意不满意啊？真的是，哎，这以前古时候有落地窗的，为什么不见呢？哎呀，妙哉妙哉，妙哉妙哉，你的落地窗不见了，哎呀，那很惨呐、啊，不是没有，很惨的、啊。那现在呢，这个地方这就是上下不一致的，上下不一致，我们看到它一致好了。这是目标，这是目标，哎不 ，escape， 这是目标出来。这样平平的比较好，锁住了，嘿，原来有。
柱子完了，啊，柱子也做完了，做楼板了，楼板在这里，量体建筑啊，不是在结构才有楼板。墙什么搞错？建筑吧，建筑，楼板在哪？楼板在这里。楼板建筑的楼板，楼板是这样。那我们来看看性质，这个高度呢偏差没有，但标高 FL1 楼板常规40公分太多了啦，木头啊，金属浪板常规补充这个，但是我们要建立另外一个20公分就好，好吧？啊，编辑结构的地方要编辑啊，楼板12公分、15公分、15公分，所以做的时候要有概念的，吸收力。填充的颜色，好吧，是这样。这个剖面的时候就会看出来。啊，确定要这样。那楼板要怎么办呢？楼板呢、啊，要有边界线去做起来。边界线哦，边界线，然后用直线。那我们来做边界线，好，从这里开始。到这里，到这里，它突出去了，它突出去了，右边，左点，它因为呢 continuous 在走，缩小再放大。那么还是沿着它边边走，沿着边边走啊。好，这个呢，啊，没有高低差，好，没高低差，就是过来直到这里，客房，好吧，这里就让它凸出来吧，这里。车库要地板，然后呢，端点了，好，那现在就这样了，选了没？有没有连在一起啊？观点啊，刚刚那个把它点了，它就出来了裸地板。那再从这个来看，这里出现了一个差错，什么差错呢？车库上面不要有柱子拉掉。车库上面没有柱子，就好看一圈圈，奇怪了，当初出了的错面，这没有的时候，到时候怎么办呢？好，再从那个地方铺过来就好了。这里 好，楼梯好，那么再过来。我们到二楼一样要做楼地板，二楼的楼地板是在建筑，不在这里啊，楼板是这个楼板，然后呢，我边际线呢、啊。
从这里好吗？这里，在这里，让我膜拜，需要膜拜。电梯空的，我要膜拜。这个呢？五点出去而已，好。老板有，老板过来，老板过来，已经结束了，取消。那现在啊，现在要做什么？现在要空的，要挖空，挖空嘛。完成，完成要到这个地方，完成。是否将此楼梯标报的墙覆藻代替？不，不覆藻。好，那刚刚啊，在一个圈圈里头呢，在范围里头啊，再标一个范围，那个地方就叫做网红。好，快来欣赏一下，欣赏一下。现在是这样，啊，这里有个，剖面的 3D 的属性 ，3D 的属性呢，这里呢，有这个建材区域可见。建材区域可见，啊，建材区域不可见，是等一下。关键的就是说，我们要走到上面的。上面，当我们如果要看到刚刚的下面的时候，再旋转，然后这里啊，太那个了，出去一点啊，出去一点，抓到这个点。它就是主卧室盥洗室公用厕所工作所，或者外面有一圈，那么两个卧室啊这个书房啊，这个是佛堂，佛堂其实要有一堵墙，好，没有堵墙，那么这个是叫起居室还是叫客房？我忘记了，到二楼来看。看不见，哎呦，刚刚那个给堵住了，好，再说吧，好，如果要看的话到这里，好，那现在已经11:30了，不能再做了，暂时做到这里好吗？这是这样，不然就要放窗子了，窗子，窗子跟门，先放到这里，那我们录影到这里。